们需要拔掉山，我去找天山公主。好吧，孙悟空飞到了天山公主那里，孙悟空敲门，开门开门，我不让你进来，因为你杀掉我的儿子。我没有杀掉你的儿子。啊，救命啊，你是什么？我要拔掉山。在牛魔王那里，你去找他。孙悟空飞到了牛魔王那里。不要，你来这儿！我要拔掉山。不要，你来这儿。孙悟空跟牛魔王开始打架。在这里，你的儿子也在这里。儿子，你没有死。